今年会比去年好。天南地北谈华语。以前住在学校宿舍的时候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，他非常害怕听到急促又大声的敲门声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小时候经历过火灾，他依稀记得当时邻居过来敲门，叫他们快逃。敲门声又急促又大声，还是火灾。 他当时肯定吓坏了，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急促大声的敲门，他便如无牛喘月般紧张的不得了。即便敲的不是他的门，而是隔壁房间的门，他也会吓一跳，还心跳加速。这么严重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牛什么月？无牛喘月是一句成语，应该有典故吧？当然，在晋武帝时。 有个名叫满分的人，生性怕冷，尤其最怕冬天里刺骨的寒风。有一次，他到宫中朝见武帝，看见宫里朝北的窗都是用一种透明而带有色泽的琉璃做的，看起来不密实，好像处处都透着风的样子。呵呵，那他一定不由自主地觉得冷了。是啊，还打了个寒噤呢。不止这样，脸都苍白了。 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武帝看了，便问他是什么原因。他照实回答。武帝听了，便笑了起来，告诉他：“琉璃窗是密不透风的。”他这才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臣由吴牛见月而喘。”意思是，我就好像无地的水牛，一看到月亮就害怕的气喘起来了。吴地的水牛为什么看到月亮要气喘？ 水牛怕月亮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。水牛怕的不是月亮，是太阳。怕太阳？哦、oh,，对，水牛怕热。生长在长江、淮河一带的水牛称为无牛。这个地区天气很热，而水牛生性怕热，在炎热的天气里常卧在地上喘气。 难道他们在晚上看到月亮的时候，把月亮误当成太阳，身体在条件发射的作用下，竟然喘起气来？正是，所以就有了“吴牛见月气喘”的说法。后人又把这句话缩减成“吴牛喘月”。吴是上口夏天的吴。是的，吴牛喘月，江浙一带的水牛怕热。 见到月亮，以为是太阳，而吓得喘起来。后来用“无牛喘月”形容天气酷热，也比喻遇见类似的事物而胆怯，或是疑心遇到不利的情况而害怕。天南地北谈华语。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，李林和谢佳丽播讲。节目重温可以浏览 i f m 官方脸书 facebook.com/slash a i f m dot malaysia 或浏览 YouTube 频道，搜寻“天南地北谈华语”。Oh.